们现在在银河铁道，然后现在正在等那个高铁从这边呼啸而过的感觉。然后上面这条路呢是山这边园林的小道路，然后一整排下去都是景观餐厅。对，然后晚上的时候，现在是夏天，然后山上的温度比较凉一点。然后如果喜欢就是看夜景的朋友，很推荐来这边看夜景。我们看到就是高铁会这样呼啸而过，超帅的，让大家记得来哦。